下一次表演元智大学，他的表演取名非常奇怪。这奇怪在哪？他居然是爱枪的旅行警。这个不会是真的？不是怪怪的，那是爱枪的旅行警。那也是一样，表演就知道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元智大学。看得出他们是在哪一把枪了吗？